城智慧上线，来的。爸爷爷，哎，爷爷来几个提醒，好孩子啊！爷爷这里有耶稣，啊，有大有哥。这个呢，在我们山顶上生长出来的一种野松。今天呢，阿达西给你们做特色美食吃。孩子，你衣服洗了？洗了。要不把这件衣服换上吧，爷爷。哇，这件衣服挺舒服的，妈买的，孩子。这是我在抖音上正牛腰包毫无尽美的白小弟，面料是柔软又弹性的，关键价格还实惠。超值，快评论去看看吧。哦，孩子。昨天太腻了，我们太油。来，爷爷走，几点，爷爷？爷爷，这里的都被牛吃掉了，上面煮着吧。哦，可孩子，我老了，你去吧。那你别丢了，爷爷。好。耶耶！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。哇！爷爷，走了，走了。孩子，你做菜好了。哎，好，爷爷。
放放音乐。我去。好吧，爷爷。等了一年，终于齐了。对，我也很想吃。来，爷爷，你来分吧。老师。吃的啥？咋这么香？来，大爷，来，来的正好。来，孩子坐，喝，大爷喝，好吃，好吃。我刚刚向你叫过来，你来的正好。那我不客气了。每天吃，每天抢你。